什么了。我是怀疑母亲的死有些蹊跷，幕后主使显然位高权重，以后出门的时候多叫几个人陪着你，还有以后要是再遇到了危险，绝对不可以挡在我身前，要马上就跑。您好像对七姑娘的事越来越上心，是不是有一点？我一定要离开这方寸之地，所求皆为我所喜。只要你喜欢，三哥都支持你，但是这条路可不好走。七姑娘，可是你一天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，你总是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我的身上，你们为什么总是要逼我做我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呢？滚出去，滚出去！大娘子和罗依宁要去田庄，我小娘都被他们害成这样了，他们还想怎么样？岂有此理！这笔账我一定找他算清楚。账！我不知道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那就别怪我对小娘。不客气，是舅舅，一定是他。但是他只承认放松了山石，无论再怎么逼问，他都矢口否认给马下药。也许还有第二个人。陈九恒的大弟子陈道衍回京了，有了他就不愁找不出那些藏在暗处的人。我陈道衍宁愿站着死，也绝不束手就擒。拿下。待时间恢复。皇城司奉命捉拿朝廷重犯，把人交出来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你们压下去，杖打30。住手！皇城司现在办案，不需要依法行事吗？你这一说话，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。你才笨呢，这个地方。我特意多编了一个同心结，人有相似，更何况小英。是吗？我倒是觉得公子对七姑娘才是情真意切。有三哥保护我，我不怕他。我定会护你周全。你准备拿什么跟他们抗衡？愚公可以移山，匹夫为何不可撼树呢？但若是你复仇，会伤害祖母、母亲，还有罗府，我绝不允许。赶快派人去给我找，我要报官呐！他彻夜未归这事儿，若是传出去，我们罗府的颜面何存？夫人，母亲，母亲，大夫，叫大夫，大夫！远景阁进匪徒，并非盈宁所愿。三哥帮我有功无过，我们没有错。罗府家规第一条，孝子当先。父亲要打药慢，也等我们去看完祖母之后再说。是要反了呀，是要反了呀啊！姑娘，大娘子，这些全都是办丧仪用的。老太太生病的时候你不上心，这事儿你倒是挺上心。飞鸟过境，必留痕迹，小娘好自为之吧。我只是个小喽啰，别杀我，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。当年尊府夫人生产之时，很可能服用了大量的催产之药，等到她为人母时，生产便会格外之凶险，随着年岁的增长也会愈发的体弱呀。顾大娘子对我有恩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替她保守这个秘密。可如果七姑娘将来知道了怎么办？她永远都不会知道。上次远景阁的事情之后，我都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你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就像每一盏灯都有不同的亮度。公子，出大事了，李璎珞死了。我是找到那份证词就好，只是不知道陆家渠那边什么时候对罗府动手。狭路相逢，见招拆招便是。罗府有证词，你替舅舅去罗府探索探索。
明白。七姑娘小心台阶。是七妹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啊？成狼入府行迹可疑，他会伤害祖母还有府里其他人吗？七妹放心，我定不会让他这么做。你可曾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消息？他说罗老太爷生前最常待的地方就是一心斋。什么人？老夫人，府内有黑衣人出没。你丢下正义打乱摊子，你叫我怎么办？走水了，走水了。徐金，哪里走水了？你祖父的东西可都在里面呢。您别着急了，母亲，祖母，您别着急了。近几日三公子怎么没来院子里送花了？我的事情你还是别管了，有些恩怨与你无关。那孟大夫，你是否愿意出面作证？那是自然。让五爷跟紧了，这事儿务必办好。这些话是七姑娘让我说的，让我编排当年的旧事来陷害乔小娘。七姑娘真是有手段。七姑娘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七姑娘，七姑娘，这是你我相识时你送我的信物，我一直贴身带着呢。家门不幸，我打死你！住手！那个像花匠一样的罗三公子，有可能是袁景阁和舅舅对阵之人。此事，先回去和舅舅禀报了再说。我是少了你吃穿，还是没给你们床睡？怎么这么亏待他了？给我拖下去！放开！走开！乔小娘陷害我母亲，毁其声誉，杀人诛心，我揭穿她，何错之有？你为母洗冤势在必行，可无论你多心急，都得设法保全住自己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保证，以后不管我做任何事情，我都会先保护好自己的。那你。你一口一个三哥三哥的，你们兄妹之情什么时候开始那么好了？三哥，现在除了母亲和祖母，你便是对我最重要的人了。他突然打探我们的行踪，叶言定是听到了些什么。那他会不会已经怀疑到公子头上了？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到京城，怎么会那么快就摸清了罗府的门路？关于那七姑娘，外甥还有一个发现。